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哈，今天又忙碌了一天哈，忙了整整得有10个多小时，从早上9点钟就开始抓狗，一直抓到现在啊，抓了大概有11条狗吧，我刚才数了一下，大家来看看有什么狗啊，比在市场上要辛苦得多啊，每天都得开车去很远很远的去抓一条狗，咱看看你狗去啊，看到了吗？这边呢都是我的狗狗哈。这是湖南株洲的马犬啊，醒醒，爆红色的哈，800给拿下的，还是小博美哈，发上海的，发上海，还有这几只金毛哈，都是400拿下的哈，带疫苗本送玩，送给大家的福利哈，都打过一针疫苗的哈，这都是我小杨哥，今天是柯基哈，这柯基品相不错啊。这是湖南常德的哈，两个湖南常德的，这是奶油法斗哈，江西吉安的哈，看到了吧，奶油法斗哈，刚刚在喝水啊，里面还有两条硬货呢哈，咱看里面的硬货，这里面的狗可多了，这边还有一个是发飞机的那个灰泰迪哈，发福州，亮灰色的哈，你看，来看我那几只柯基哈。两只柯基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实力哈，这就是实力啊！还有这条也是江西吉安的，那个江西上饶的哈，都是一个粉丝要的哈。他本来想买一只母的，我说要买就买一对呗，把这两条都给拿下，不要拆散他们啊。他一听我的就要了哈，两只狗不贵，两个狗胎是2000块钱，1000块钱一条。1000块钱一条，你想啥去啊，对吧？咱都实实在在的价格。看看这里面，每天都这样发货。这是专门每天的，专门我再来验收一遍哈，该放水的放水，该弄吃的弄吃的哈，一定照顾好。对，这是我助理，我每天我们两个都得比较敬业一点哈。我现在还米不七边工呢，还肠胃宝都有啊，那几个金毛是绝对合适。嗯，来关注一下吧，关注一下小杨哥哈，这就是实力，这就是实力哈。今天是11条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对，这回来我把你纳入我的公司。选择小杨哥就对了。嗯，你拍马屁挺厉害的，拍马屁挺厉害的哈，这以后就是我的左膀右臂。我咱们给打奖赏了，那我打。